这个领养他妈过生日的，然后我也是提前找了，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，结果准备过去了。这真大箱子，你买的是个啥呀？等会儿你都找了。行，我还特意说给你晚挑两天，让你过去吃个饭嘛。你看你又买东西。没事的，一过生日的嘛，我不得准备个礼物。我应该上车吧？中啊。咦，这个你到冬天要是觉冷了，还能再问脚的这个。咦，那这可没我老是冬天着袜子样子的。是的，这个买才好的，我跟你说。啊。你看那屋里也有个按摩椅，这个按摩走哪儿摆到哪儿都能按摩按摩脚。是的。这个还挺随便的。嗯。是能摆上头。可带劲这个。玉儿，那罗山也不好的吧？没牛的呀，太干了。嗯，是的，这两天你要不下雨，要跑不成了，刚上估计。走中了，走中了，吃饭吧。走中了。吃饭了。你走吧，咱吃饭去。走走饭，走咱吃饭。嗯。哎，俺姐俩。到哪儿哪儿？我说过了，等他们好点儿，我去给他们帮忙去。对对。啊。好了，叫领养去，找不住去。嗯，走吧。咱姐跟俺，我过去端菜的。啊，走。走吧。干嘛？你吃大闸蟹。这是第一个给你，该端好好。昨天太辛苦了，你不吃。是的。菜别烫了，赶紧。好。你这个大。谢谢。这我你没吃，我不知道咋吃。我也得会吃。赶紧吃吧，刘总。嗯，走，坐这儿坐这儿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坐这儿坐一晚吧，晚可带劲。赶紧吃吧，刘总。走，生日快乐，阿姨。妈妈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吗？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吃完饭再吃蛋糕吧。好。许个愿，许个愿吧。好了，听见吧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快点！干嘛？你早上一起，然后我给这个花啥剪下来。嗯。这都是真花。我非常吃的。你切一刀，非常我来我来切吧。咱自己人嘛，切的时候得带劲。我尝尝。蛋糕啦！嗯，哇，米一样。